让开让开！不晦气啊！等会儿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别跟他没完。屏风、花盆、堆满账本的书案、椅子，和你说的一模一样。嗯，这是案发现场，大人请自重。断案和喝酒吟诗一样，兴致所致，自然流露。像你这种官老爷，只知道按规矩办事，哪懂得什么真正的推演断案之术啊？我要是大元帅啊，早让你告老还乡了。不过既然我以后都是韦大人的上司了，自然要对你负责，让你学会真正的推演断案之术。以你的聪明劲儿，学个三五年就可以出师了。把我的刀具还给我。嗯嗯，心口处的圆形伤口是致命伤，从此处放干了血，根据他的身形大约需要两个时辰。眼睛被刺瞎是死后所为，凶手倒还算仁慈。这些查验结果我早就汇报给韦大人了。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我想见见他的家人。我已经审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嫌疑。你说的可不算。平日里罗马行的生意是不是都由你的夫君打理？你并不太过问。如此说来，你夫君对你倒是极好，平日你们可否恩爱？恩爱。现在是罗马行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你们赚了不少钱吧？钱都由夫君打理。你夫君是何时失踪的？三天前。那这就奇怪了，罗马行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你的夫君，也就是平日亲自打理生意和钱的人，失踪了三天，你却不闻不问，不去报官，为何？我以为他去朋友家喝酒了。就算去朋友家喝酒，三天不回家，你也应该问一句。要不是他被害死在家里，恐怕你一辈子都不打算报官吧。你说你们夫妻感情极好，其实你巴不得他永远消失，就像现在一样，被人害死最好。你虽然没有动手，但不代表你没有这么想过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希望他死？你猜的没错，我是希望他早点死，最好下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自从我嫁到孙家，他每天都打我，有时候实在打得太疼，我几天都下不了床。真是个禽兽，活该他死。你为什么不逃走？我一个弱女子哪逃得了？我试过，被他抓了回来，又是一顿毒打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所以我只好受着。幸好老天爷开眼，还恶鬼索了他的命，那我该下地狱。恶鬼，恶鬼，你别过来！你跟我说什么？快把小梅的画像拿来。卷宗，是不是他？在发现孙善才被害的那个晚上，他看见了一个女人，穿着粉红色的衣服，穿墙而出。谁？你谁啊？谁？你好，你好，恶鬼，恶鬼！他不是人，是恶鬼。小梅已经死了，怎么会出现在孙善才的案发现场？家驹，把他俩带回大理寺，把另外三起案件重新查验。
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，一并带回。是，带走。是。是。走。恶鬼。回纥兵死于滥杀无辜，下刀山地狱，身受刀兵之刑。教书先生郭守拙巧言善辩，下拔舌地狱。小梅死于淫邪，下油锅地狱。而富商孙善财死于贪财暴富，被凶犯挖掉了双眼，下火山地狱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害人了。凶犯作案不是简单的杀人，而是要亲手制造一个人间地狱，警示世人。他还会用同样的方法再次行凶。黄泉路，奈何桥。阎王恶鬼的传说古来有之，宁可信有，不可信无。你别吓唬我。什么阎王恶鬼，那都是吓唬人的说法，这你也当真？我刚刚询问了回纥兵一案的武侯，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人穿墙而过，只是以为当时看花了眼，所以才没有及时汇报。他可看清楚那人的长相？夜色太深，只能看清楚一个模糊的面目，但教书先生郭守拙一案目击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也看见了一个人，而且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是那个已经被害死了七天的回纥兵。再加上今日孙善才家的小仆看到的小梅，是不是可以推断前一个死者都会出现在下一个死者的现场？前一个死者化身恶鬼，索走下一个人的命，这不是恶鬼索命，是什么？胡说八道，分明就是有人装神弄鬼。凶犯故意制造人间地狱的景象，就是为了蛊惑人心。你一个堂堂大理寺少卿，怎么也信这种鬼话？事实俱在，不由我不信。二位大人，莲漪姑娘来了。二位大人，这么着急找莲漪来，想必是有急事。莲漪姑娘，你发现小梅失手的时候，可曾看见其他人？你若忘记了，我提醒你，教书先生郭守拙，你可曾看见他出现在小梅的屋里？不曾出现。莲漪姑娘，请你再仔细想一想。当真不曾出现。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？根本就是有人故弄玄虚，想误导我们断案，凶手是人。